Y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道。欢迎又回到来林董错死自己系列。啊，不用紧啦，今天就来点不一样好了，你们看标题就知道好了。今天呢，我挑战吃五包麦记面啦。啊，我相信你们应该不止吃过两包啦，应该有时候可能会吃到三包或四包以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就来拍回一下曾经都有被拍过的影片了。我知道这个挑战吃麦记面以前有 YouTuber 拍过啦，啊，我就拿来 copy 一下了，反正都帮我拍过了，我也是尽我责任，一个礼拜上次影片给你们看的。OK， 随便两刀，走吧，去煮面了 ，Let's go。是龙虾吧，好吗？啊，走了。之前他们挑战吃的是那种印度米是吗？我就不要吃印度米了，因为要狗币也不要狗币到完嘛。我来吃这个，哇，还是五加一包的嘞。不过不用紧啦，我们留下一包了哈，我们煮五包就好了 ，OK？ 一二三四五，五包 ，OK？ 做到这样子也要跟镜头讲哎。我觉得应该又会曝光啊。说完，曝光曝光啊，面包来，面包啊。在等水滚的当个呢，顺便给你们聊聊一下。我就想到上一部影片，哇，你们的生日祝福，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。没有想到真的是比以往来的多啦，一年比一年多，蹦是不是开始红了嘞？妈够不要脸哦！我还是真的要感谢你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，YouTube 底下留言都好，还是你们 IG 的祝福都好，我都有看到的。然后我会继续努力，拍更多更废的影片，更没有意义的影片，然后再越变越帅啦！我等下开始慢慢变帅，我知道了。不过这个麦记面哦，你叫我煮成汤的吃五包，我肯定吃不完的，因为汤的你知道吗？腻啊！我老伟，你喝那个汤喝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两三口应该会饱，所以把它做成干捞面，煮包。我们拿这个来装。没有啦，剪掉啦，傻妹。哦耶，面要滚了，面不，水要滚了，水要滚了。听到声音吗？还弄打不住了。包麦记面啊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五包。OK， 现在我们打煮了，然后我们要放它的重点调味料啦。我真的真心推荐你们样子煮，还是真的很好吃。第一个，你要放这个葱头油，不要拿那么多油啦，不然不好啊。黑酱油，汤匙这样啊，应该搅一下。这硬度应该可以啊，不要太硬。然后现在我们开始下咖喱粉，咖喱粉哦，你要拿个放三包啊。哦，火没有关就死。呼，这厨房交给我，这包上来。满满的这个碗，你们讲我现在煎蛋哦，难极耶，煎蛋不用铲了，煎到这样子来泡多烦了，你看啊，哎呀，失败了，这加一蛋就够了啦哦，两面吃不完，来啊。一翻就翻过来 ，OK， 我给你们看那个特写画面，一二三，喂喂喂啊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啊，刚刚 miss 掉的不要想啊。OK， 鸡蛋好了。耶、yeah! ，五包 Maggi 面加一个荷包蛋，哇，很烧很烧，烧烧烧烧烧。上次的时候就有观众讲。你为什么你吃那么几包，你又这样容易饱的原因就是你吃太快了，你要慢慢的吃。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啊，来第一口啊，
哇，这个干的。哇，那味道真的很好吃。嗯，来口鸡蛋。嗯，自己反的鸡蛋就是最好吃的。我觉得像倒杯薯比较好，很干了。哇 ，best！ 其实呢，这么大胃王呢，这种挑战吃几包什么几包什么，我也在拍的。因为我发现到你们哦，还很像很喜欢看我这样子的影片的，懂吗？哇，老伟，我之前拍别的影片没有 view 的哦，我拍这种吃 view 特别好哦。对对对，我们非常在意 view， 你一在意，你的初衷会跑掉。我的名言。有点干了，加点水。我觉得哦，我应该可以挑战成功哎！你看，它是那么大概两包这样的分量，我现在没有感觉到饱的感觉嘞。啊，吃那么一点啊！别讲我失败了啊！啊！挑战成功！哇！哇！我竟然吃得完嘞！哇！我真饱啊！所以总结对我来讲呢，吃面呢，火锅我可以吃饭。我这一次监督，不敢相信我自己吃完了哎。哇，这样晚餐应该是不用吃了，这应该是可以顶整天了。哎呀，费费的挑战影片，这次挑战成功了。嗯，有点掌声来。所以我影片就到这里啊。你们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还有分享。哇，很撑哦，真的。还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Goodbye!